各学院，毫不避讳地说，我们史莱克是这四支队伍中最弱的。哼！日月皇家魂导士学院的实力自不必说，可以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晋级半决赛。帝奥作为天魂帝国皇家学院，也有六环魂帝坐镇，而星罗国家学院作为东道主，占据主场优势。更何况。 一支全魂王阵容的队伍，你们谁敢轻视？但是，我要说的是，从万年前击败武魂殿学院第一次夺冠以来，史莱克从没让冠军旁落过，即便是面对比自己更强的对手，这一次也一样。史莱克冠军。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进入半决赛，今天是不是能看见九九公主？好期待！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终于进行到了半决赛，为了确保比赛安全性，我决定，接下来的比赛由帝国护国斗罗黄金旭前辈担任裁判，黄前辈的封号是天煞。 天煞斗罗黄金旭竟然是他！请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进入半决赛的四支队伍。他们分别是：史莱克学院、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、帝奥学院，以及我们星罗帝国的骄傲——星罗国家学院。志在必得，星罗星罗，冠军必得。 星罗星罗，志在必得！星罗星罗，冠军必得！星罗星罗，志在必得！星罗星罗，冠军必得！星罗星罗，志在必得！星罗星罗，冠军必得！那个九九公主是星罗国家学院的队员，她应该拥有星罗皇室一脉的独有武魂——星之皇冠。 兼具攻击、防御、辅助等多重效果，是当之无愧的顶级器武魂。有请半决赛的四队队长抽签。半决赛的对阵阵容是：星罗国家学院对阵史莱克学院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对阵帝奥学院。 星罗国家学院战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均衡、攻防兼备，所以我们的战术就是强攻，以最强的攻击击溃对方。马小桃、戴耀恒、林洛尘、贝贝、徐三石、霍雨浩、王东，你们七个上。你们几个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。史莱克上来就强攻，压制了星罗。 不要分心。
这里交给我。